社会局热情邀请中山综合训练班八分的学员，前往溪口老人养护中心，把所有的料理煮好，现场100外的士多来试吃。馆长李耀冠和溪口乡农会总干事刘春婷等人，做伙来关心士多人。馆长是俄罗斯学员，是好手的，同时嘛请士多人来享用爱心料理。我们今天呢，特别把餐饮业的哈。这一班有30个人，他们经过300个小时的训练，做出来的非常专业的哈，一套功夫哈，我要来看看他们做的到底好不好。他们都有考到证照，然后呢，他们也愿意把所有所做的这个菜肴拿来咱溪口开关灯我们这个安养院来给这些阿公阿嬷吃，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尤其看看他做的这个苹果里面装的龙虾啦干贝啊黑豆还有这个橘子里面里面有蔬菜有橘子大吉大利这个是苹果平平安安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溪口乡的乡长孙维聪总干事刘春婷我们的老议员张金惠他们都一起来关心哈。馆长指出，这届上餐的学员当中，有13个是中高龄失业的劳工，为着要继续就业，特别来报名参加社会局的失业者职前训练班，希望会当学到一技之长。民众只要有就业意愿，都会当主动来参加。大雄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